是越南奶爸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去使用液压的 WeMix Play Wallet， 它可以让你节省非常多的费用。它其实设计这个的初衷，我认为它是为了要平衡物价，新服跟旧服的物价，它是可以去平衡的。那今天会教大家怎么样去做一个转换的动作。首先，你来到这个 WeMix 的 play.com 的网站，右上角有个连接 Wallet， 你先把它点进去。那我基本上是用 Play Wallet， 所以现在你要拿出你的 Play Wallet， 你可以用 Google 去注册，那个非常的简单。然后我们现在打开手机，现在可以看到我里面有一些保有的数量，跟持有 WeMix 币跟液压币的部分。那我们先用 QR Code。先扫一下登录，好，现在我们已经登录了。登录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去到另外一个网站。我们先讲储值好了。如果你要储值的话，其实它这边有一个叫购买 WeMix， 你可以直接点这个网站这个链接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买你需要的 WeMix 币，它会自动帮你去做换算，总共是。可以多少钱可以买到 WeMix？ 那如果你是要换成液压的话，你可以到你的手机一样，去到那个点击 WeMix， 点击 WeMix 之后有一个叫交换，它可以选择液压币，所以你可以去市场上看你想买几颗液压币，它会自动帮你换算你需要多少。的 WeMix 币，因为你是用台币买 WeMix， 所以你要去推算说你大概需要多少，就可以直接去做买适合你需要的 WeMix 币，去做一个兑换的动作。OK， 那我们再讲第二个网站 Phoenix Exchange 这个网站，这个网站有目前的几个游戏代币的物价，你可以点击进去。我们先看，然后先看这边，你可以看得到说，你如果买一个墨水晶十颗，一组墨水晶你需要 7.75 个液压币，那如果你是买信物的话，需要140个液压币。所以你可以看现在的走势，目前来说的话，它已经来到近期的低点 140， 你可以跟买股票一样，你就直接点击你要买的价格，输入你要用多少液压币去买，这个基本上跟买股票一样，141出141你基本上是买得到。如果你不想买那么高，你可以挂138，就挂着等它成交，这个也是可以。所以目前如果你是要买，就是说你自己要自用的话，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，你先去江夏府去找你朋友，看你是要收他礼包赚还是收赚，请他到游戏交易所，点击交易所，然后买你要的。比如说我们这边是17600，你那个伺服器可能是卖24000。我们先讲转换的动作好了。你买下来之后呢，你直接请你朋友点击代币，然后点铸造，大概是一个转值信用跟657手续费，你直接铸造，那他就会转成代币。他身上就会转成代币，然后你再把这个代币用钱包过给你朋友，然后你朋友收到之后呢，他就可以转换成信物，直接转换出来，他就可以转换出来，所以他变成说这几个素材12345 6，他是可以跨伺服器交易，然后是透过虚拟货币交易，透过我们刚刚那个方式，先去买 WeMix， 再买液压，再买代币，然后透过钱包去做转换。进入我这里有一个传送，你就点击传送，然后把收件者的地址请他给你贴上去，然后按传送，这个东西基本上就已经送过去钱包，非常简单。另外一种玩法的话，就是你买了液压币之后，比如说这是142，比较简单一点，比如说现在是142的液压币，比如现在是142的液压币，那我们铸一颗液压币需要钻石84钻，
等于你买这颗信物的成本，大概你只要花11928，然后卖，你现在卖出嘛，像我们刚刚伺服器，然后你卖出信物，你卖出信物是卖18000赚，这个就等于利润，你这一颗就大概赚了6000，当然要扣5%的税，实际到手的话是5768赚，拉赚目前是1:6吧。所以你你如果是18000赚，大概是3000块台币。但是如果你是用液压币去买的话，官方会帮你标记现在市价是多少，107枚。那如果你是官方107枚，等于这个乘以32好了。你如果是用那个在刷卡液压币去买的话，预估大概是3400块。所以会比拉赚贵一点。简单说，就是说透过WeMix 去买那个这个代币，那这个会自动台币自动换算，就是你买几颗需要台币多少，它会自动换算。目前一颗的话大概是1.79美金换液压，然后再到那个 PNIX 这个网站买。游戏代币、信物或者是超值，随便你买了之后呢，然后去换回，然后卖掉，再就是铸币。就是如果你是要玩买卖的话，通常是这样玩。那如果你是要你要自己用的话，你可以到 A 伺服器信物有铸币游戏代币、信物代币。然后透过 Play Wallet， 透过 Play 的钱包转送一伺服器，这就是透过便宜的物价买的，然后透过 Play 钱包转送到 B 伺服器之后收到了，转出转回，那这是自用或买卖都行。但是这边你就变成你在 A 伺服器是要拉赚礼包赚，去收礼包赚，然后去买新屋赌神游戏代币，透过钱包转送。看你是要自用销售，假设我在 A 伺服器买的信物是18000，我这边转回之后可以卖25000，你这边的利润是加7000，这就是看你自己，你自己可以试算一下哪一个方式对于你比较合适。好了，我们越南华尔街能讲的今天的所有液压的秘密都公开了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你像你看了这么多，听了这么多，了解了这么多，你的液压呢？液压 seed 种子呢？还不赶快射给奶爸？好，说的就是你，看了那么多，不贡献一下吗？快点把你的 seed 交出来！谢谢各位，下次见，拜拜。